主料：高粉195克，低粉90克，鸡蛋60克，牛奶65克。辅料：酵母粉6克，盐6克，砂糖30克，奶粉克不加12克，黄油45克，汤种75克。迷迭香、干香葱、罗勒、马苏里拉芝士，用餐人数一到两人，将分割好的面团擀成长条形，发酵好后撒上马苏里拉芝士、罗勒、迷迭香和干香葱，180度15-22分钟烹饪技巧。上面的迷迭香啊、罗勒啊，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你可以不加的。二、摆放面包的时候最好留个距离，不然烤出来的面包全部粘到一起了，吃的时候会比较的麻烦。刷蛋液的时候，你可以在蛋液里加点盐，味道会更好的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